好，这里亚福，今天是东南亚福更新的地，然后他这边送了一个箱子。打开看一下，跟上次是一样的，是两个八格选择栏，七个神奇选还原器，七个护身符，两个成长密钥，两个清香成长密钥，七个经验值使用券，然后一周内过期，然后包括七个特殊荣誉勋章，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个八个选择栏是可以选择仓库的。